另外来关心，这要全力阻挡核四公道案过关。民进党团是继续待在立法院的议场，也霸占主席台。国民党团是计划无定时要来发动攻势，也伫咧今仔日早起十一点集合立委陆续入去议场。另外伫咧立法院外口，反核团体抗争嘛正激烈，甲警方烧下烧客，是有人去甲昏倒，叫救护车送病院。没真相，没真相，没原谅，没原谅，要真相，要真相，要修法，要修法。暗时，住伫立法院议场第二间的民进党立委全部换掉白色 T 恤，来表达反对核四公投的决心，也声援洪中奎案件。反马力量高涨的时期，我们希望所有社会来关心我们民进党现在所关心核四的问题以外，包括福茂问题，包括大埔核水库的问题，包括反媒体的问题。民进党团正面迎战核四公投，暗过粉丝像也照着反核，抓着民意的时机来反美。国民党团是坚持核四公投案一定要过。虽然拜五议会顶面东边甲民进党激烈交手，想要争回主席台，暗过无成功。拜六早起十一点，集合党团立委进入议场，展开投石行动。所以我们会随时会派人到立法院来探虚实，看他们所谓的霸占主席台，看他们的决心。以及他们的兵力部署，那我们会伺机而动。立法院外靠反核团体礼拜五也进入了立法院静坐归案，拜六早起闭关离开，暗过甲警方爆发了冲突。混乱当中，有人倒地，救护车马上送去病院，为核四公投，各级立法院场外场内拢无平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